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第一年，就是我打棒球以来第一次当国手，然后出国比赛，那是在国二升国三的那一年的夏天。然后那一年到了美国去，打小马联盟，那一次是就是见识到国外的一些选手的那种棒球的表现，那感觉上就是很欢乐，就是打棒球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，很像一个嘉年华会。那对我来说，在我印象中留下蛮深刻的一个印象，这就是我记忆中的夏天。